中华职棒28年台湾大赛28号在桃园开打，由包办上下半季冠军的拉米狗桃园对上中信兄弟。打出去中间方向，这个距离绝对是够远了。三垒的这一分回来没有问题。一开赛，拉米狗就靠着蓝英伦的二垒安打以及一支高飞牺牲打攻下一分。不过二局下，中信兄弟立马还以颜色，先靠着失误与保送攻占一二垒，紧接着陈子豪敲出车步边二垒安打，打回两分。脚下连过三个垒吧，也准备要回来。五局结束，中信以3-2暂时领先。接下来四局，中信兄弟局局皆有攻下分数，而拉米狗则在九局下试图反攻，不过最终仍以5-8败下阵来，系列战被中信兄弟扳成1-1平手。感觉很累，现在手臂很酸，全身都累了，对啊，因为太久没有比赛，而且又这么高张力，觉得不需要去在意那三胜了，反而要在意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拿下4胜，对啊。打的并不是特别的扎实哦，但是落点巧妙，真的太幸运了。对啊，因为第一个就是陈不管地带嘛，那第二个就是志平他跳起来去打到手套，对啊，就觉得还蛮 lucky 的。之前是我在带年轻的嘛，现在就变俏哥来带我们，那我就是互相去提醒，就是要去帮他注意，他会提醒，然后我也在旁边注意这样子而已。现在1-1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气势一样还是不错，然后相信我的同学、学弟、学长一定会帮助我们，帮助球队拿下明天一场胜利。慢慢来，一步一步走，我们是大象，对。